就只有楞严经在讲，阿弥陀佛，所以很多人都不敢读这一本经，因为哈，一谈到一个精华了呀，被破掉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就讲重点，五蕴十魔来了哈。来，我们先翻哈，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五蕴十魔的一本书？好，来，五蕴十魔是不是有拿这本？有的就看，没有的话呢，哈，没有关系哈。这个是我们的第九卷了，进入到我们的五蕴。五蕴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啊。那这个是谁在说话的？就是呢，我们从这个莲依老法师哈，透过呢，这些都是已经受戒弟子哈，所以了解到呢，这就是我们从翻到哈，第一个哈，是不是即使如来将大法座、狮子床有没有南星宝经？这个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有没有？我们狮子后，就是我们的白金是你自己要呢提起正面来的时候开始要讲这个了。他要讲这个是什么？因为他说我们有三无漏学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我们要如何生活？他在三摩毗婆舍那，这是很维系的模式哦哈。所以我们现在让大家了解一下，你看这些呢，记得我们现在来翻到这个，你看一下来。